我是摩登谷三柱师兄，江湖人称考古专家。今天我们考古的，我们考古这个青苔，这个玩意乌悠悠的，就跟偷花诗诗一样。我专门找了个灵山牌坊的地方，就弄了这么多。这个玩意，我看有人拿来炖汤，有人拿来凉拌，还有人拿来炒起吃。但是我今天准备做一个青苔青的味道，我知道。看看，还是用雪山矿泉水给它蒸干净。切成一节一节的，用神斧切成的刀法，真安逸。动两下，让它扒到筛子高头。咬我！立起来，拿点杯子嘛。我的烘干机，我们上高科技。高科技不得行，我们还是用这个低科技来整一下，烤得还是巴适。我们已经把它烤干了，我闻一下，哇，好大一股清香味，就跟那个海苔的味道差不多。闻到好巴适，切成小哒哒，下锅炸，高温给它消下毒。感觉还可以，这个就是炸好的青苔，有点像那个海苔的味道。放点辣子面面，我先来搞哈子啥子味道，是不是那种脆脆的感觉？嗯，一股清香味，再加上辣椒面的味道，还可以。但是就是油有点大，一口咬下去，嘴巴里面油儿就散出来了。再来搞一下，这个清香味有点重，还比较安逸。要不给你上点？嗯，还可以，就是那个油太大了。我去喂它三碗，看他们吃不吃。这个不敢吃多，我怕打标枪或者是土二分。来来，三号三号，你莫跑嘛，这个吃得，就安逸得很。可这个行。妹妹。